忙得一塌糊涂，从早到晚都见不着他，天都黑了有时候才回家，天不亮又走了。他那人就有一个韧劲。那么你要想完成这个工作包，你现在器材有多少材料，你要很清楚。因为就说他们工人都说，说你在市场上你遇到什么问题哈，他虽然是个管理者，但是他能帮你一块研究，能帮你去想办法去那啥，他对于业务的那种钻研仍然是不放松，对他所喜欢的专业他还在持续，就是默默无闻的继续那么坚持下去。现在接研制现场总指挥，中航工业沈飞集团董事长国业航母平台回到大连，突发急性心肌梗死，经抢救无效，在工作岗位殉职，享年51岁。我们最大的追求或者说是理想，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，要使我们国家的国防工业，使得我们国家的先进的战机能够早日的装备部队，使得我们国防工业能够更加的强大。